我们现在过去，之前的准备都叫毁于一旦。不行，十个殿下，大局为重。 没有我，你可怎么办呀？别说话，我先带你离开。 此事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你说的对。
你不是说要清修疗伤吗？拖着残破的身体走路都勉强，就为了带我来逛街。我这个人呢，向来喜欢烟火气，一看到热闹，我就欢愉得很，可以减轻伤痛的。<笑>那人湘曲之战之后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又是扎进哪个锣鼓喧天巷子里换鱼去了？ 你关心我？我关心的是林登。我关心你啊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日湘曲一战之后，我便躲在画中疗伤。那是我最后的藏身之地，可方才为了救你，我用它困住了大皇子。想必那画是已经毁了，天下之大无处容身，很可怜。 那我请大人住店，总可以了吧？好呀，好呀。老板，两个雅间。哎，好，老板。 这间客栈我们包下了。不错。哎呦，怪不得老板心里都喜欢你们这种闲人。嗯。你一个，小白一个，你师傅一个，一个比一个富贵。我娘子喜欢安静独处，这里人确实多。 着实吵了些。哎呀，哎呀，好，这就给公子安排啊。哎，小二，哎，带客人上三楼。好嘞，天子一号房。不用了，我住二楼。那就委屈姑娘了，请。哎呀，好客气啊。看起来精神抖擞的。 似乎也没受伤，莫非他并不想带我去找灯？只是借口拖着我。林灯丢了，难道他一点都不在乎？谁啊？给姑娘送酒水。送酒水。 顺便我也喝点儿。嗯。你不去自己房间好好待着，你到我房间来干什么？一个人待着甚是无趣呀。喝酒。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受伤，对不对？你只是想拖着我戏弄我，不让我去找林登，对不对？小川啊，你可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！傅九云，嗯，就在你喝这一盏酒，此时此刻就有一个无辜的黎民要被杀死啊！这黎民又不是傻子，该逃的早就逃了，是不是？小川。 你与其在这杞人忧天、胡乱瞎想，不如就坐在这儿啊，陪我喝两杯。你是神仙，你可以不沾世事，但我不能。我自己去找。你去哪儿找啊？凌云城，庭院府。你觉得被你闹了这么一番，凌灯还在凌云城吗？ 灵灯是我的，与我生来有所感应。现在，灵灯已经不在灵鱼城了，你就算去找，也只不过是大海捞针而已。
当真？嗯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能去找啊。那你告诉我林登在哪儿？我说，公主大人，我现在身体有伤，麻烦您能不能体恤一下像我这种普通小神仙的辛酸疾苦啊？这盏灵灯，这些年与我形影不离，丢了，我自然比你更着急呀。你也知道，这世间有多少能人异士觊觎它的威力。只可惜如今，我身负重伤，这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也不敢轻易去取。但是呢，只要我恢复了身体，一定会把它取回来。